手推好地，耳朵远离肩膀，远离耳朵，把你的小腹部微收，想象你的下背是饱满的，脚球踩好地板，将你的左脚往后，把你的左大腿往内旋转进来，脚趾头往后延伸。Yep, cool. 再将你的右手往前延伸。3, 2, 1. Inhale 的时候，吸气，把上半身带起来。Yeah, exhale, 腹部收，手肘碰膝盖。2, inhale. Exhale 的时候，腹部先收，手肘碰膝盖。3, inhale. Exhale, 手肘碰膝盖。4, inhale.Exhale, 吐气，碰膝盖。吸气，吐气，腹部收，手肘碰膝盖。6, 吸气，吐气，腹部收，手肘碰膝盖。7, 吸，吐气，收。8, 吸，吐气，收。9, 吸，吐气，收。最后一个，10, 吸气，吐气，收，停留。3, 2, 1, 把右手放到地板，左脚往后踢。OK, 保持这个，吸气往上提，吐气弯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往下往后。OK, 2, 吸气，对，吐气弯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往下往后。3, 吸气往后踢。吐气，弯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往下往后。4, 吸气，往后踢。对，吐气，弯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往下往后。5, 吸气，往后踢。吐气，弯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停留。Stop here, OK? And 把你的右膝盖伸直。3, 2, 1, 右膝盖跪地。OK, 左脚往后踢。Yeah, 将你的右脚的小腿肚往外一步，左脚往后。往外打开，右手 push 地板。Follow 你的地板， yeah, push. 然后左手插好腰，左脚板把它勾起来。准备好，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提高停留。3, 2, 1, 慢慢弯膝盖。右手的中指食指扣住你的大拇指。准备好了吗？往前踢，往上拉，右手 push 地板。往上拉，右手 push, 不行就扳你的膝盖，3, 2, 1, 慢慢带回来，放到地板，让你的右脚的大脚趾头对齐你的膝盖，右手 push 地板，左手往前，眼睛的前方。 OK, 吸气 inhale, exhale 的时候往后下前 ，two inhale, exhale 的时候往下前 ，three inhale, exhale 的时候吐气往下前 ，four inhale, exhale 的时候把胸腔打开，把左手往下前 ，five inhale, exhale 的时候让你的左手往下。前来到耳朵的旁侧 and push 你的地板，右手左脚踩好地。 OK, 把你的胸拉开，头往上。 3, 2, 1, 很好，把你的头带回来，保持 follow 的地板，把你的右脚伸直往外打开。 3, 2, 加油。 1,把右脚带回来。 OK, 左手带回来，四足跪姿来到婴儿室。大家还好吗？举一点点就好咯。 OK, 3, 2, 1,
two, one, 力量拉到你的腋下，再次拉到四足跪姿。Yeah, 脚球轻轻踩地，把你的右脚往后踢，脚趾头延伸，右手 push 好地板，让左手带起来。对，脊椎就是你的中线哦。三，呀，往你的耳朵方向走，把左边肩膀往后拉。二，一，吸气往上提，吐气的时候手肘碰膝盖。二，吸 ，inhale，exhale， 收。三 ，inhale，exhale， 往内收。Four, inhale, exhale, 往内收。Five, inhale, exhale, 往内收。Six, inhale, exhale, 往内收。Seven, inhale, exhale, 往内收。Eight, inhale, exhale, 往内收。Nine, inhale, exhale, 往内收。Ten, inhale,Exhale， 停在这里。OK， 慢慢将你的左手放进来，右脚往后踢。还好哈，准备好喽。Inhale 的时候往上 ，Exhale 的时候歪膝盖，腹部收。有看到老师腹部收，碰手肘，往下往后。OK， 来准备好喽，来 Inhale 吸气，吐气歪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往下往后，二吸气，吐气弯膝盖，腹部收，碰手肘，往下往后，往外转圈圈哦。三 inhale， exhale 弯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往下往后。四吸气 inhale， exhale 弯膝盖，肚子收，碰手肘，往下往后。最后一个五吸气，吐气弯膝盖，腹部收，碰手肘，停留。OK， 确定好了吗？把左脚伸直停留。Three, two, one， 慢慢将膝盖跪地。OK， 右脚往后踢，左脚往外一步，右脚脚板勾，右手叉腰，左手 push 地板，把左边的肩膀转开，还可以哈，腹部有点微收哦。OK， 来，准备好了，来，一往上。二往上，三往上，四往上，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提高停留，三、二、一，把右脚放向地板，呀，踩好，右手往前，眼睛跟着你的手指头，吸气上 ，inhale， 后。Exhale， 吐气下，前二吸气上，后吐气下，前三吸气上，后吐气下，前四吸气上，后吐气下，前五吸气上，后吐气下。前吸气上的时候，先停留在这边，把你右边的肩膀往后拉，所以让你美丽的脖子露出来，请优雅一点，把美丽的脖子拉长，很好，保持在这里。左手 push 地板，左边肩膀转开，右脚踩好地板，冷静哦，再将左脚伸直往外停留。Three, two, great, one.把左边膝盖带回来，右手带回来，来到 Child Pose 婴儿式。好，保持你呼吸稳定。Three, two, one， 很好，再次拉起来到四足跪姿。Yeah， 脚球轻轻踩地。好，让你的掉出来的肚子腹部微收，两边肩膀往外打开。把胸打开，腹部收，肋骨收，很好，保持推地、抓地，肚子找大腿，再来到 downward facing dog， 你可以左右脚前后动一动，放松一下你的左右脚。
哦，感觉一下你的左右脚，臀部左右摇摆，想象你的尾骨往斜后方天空走，保持你的腹部收，大腿骨往后，脚跟用力扎向地板。Five， 五加一 ，deep breath。OK， 五。四，眼睛看好两边的膝盖或是肚脐。三、二、一，很好。Inhale， 吸气来到平板式，像一块板子一样，呀 ，hold 在这里 ，hold。OK， three， two， one， 膝盖轻轻跪地，哎，肚子没有掉哦，肘眼往外，八点点地。Yeah， 吸气往前滑。Yeah， 很好，保持在这里，双手往前延伸，然后将你的右大腿往上带，顺一下你的脚大腿，脚背放向地板，左脚往上带。OK， 顺一下你的地板，可以确定好右手往上，左脚往上。Yeah， 很好 ，Change， 来左手右脚往上 ，Change 三，很好四，很好五，很好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很好，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在这里 ，twenty。OK， 把右手也带起来，左脚也带起来 ，together， three， two， one， 很好，慢慢将双手移动到后背，呀、yeah, ，往背后十指紧扣，肩膀转开，把手拉起来，停留 ，three。Two, one， 脚背压下来停留。Three, two, one， 把双手到你的胸前，尾骨记得收哦。OK， 推起来吸气。Yeah， 吐气放下来，把脚背带起来，双手抓着你的脚踝，呀，脚板勾，膝盖往内收。OK， 额头点地，肩膀往下，往耳垂走，背部菱形肌夹，顺脊椎、尾椎骨往下，脚把你的双手提起来。Yeah， three， two， deep breath， one， 保持在这里，脚放掉，手再一次拉开，头往后，手肘往内收。Three, two, one， 轻轻放下来。Push， 四足跪姿，再来到 Downward Facing Dog 下犬式。OK， 确定好一个吸气，将你的右脚来到右手的内侧。Yeah， 右手来，右脚来到右手的内侧。保持左骨盆上提，还可以哈、哦。来到这里哦 ，OK， 把你的大腿往上提哦，膝盖往内夹，双手踩腰。OK， 吸气，来到一半，然后让你的腹部去找你的下背，腹部找下背，看到吗？老师的肚子，腹部找下背，把你的肚子找下背，双手不扶。来到两手中间 ，Uttanasana 站姿前弯，吸气 training， 推地背部延伸 ，Yeah， 吐气弯更深 ，OK， 大腿伸直 ，Inhale， 把你的双手带起来，往上 ，Exhale， 来到双手合十到胸前，还可以吗 ？OK， 保持你呼吸稳定哦，两脚与臀同宽，第二根脚趾头对准你的膝盖。还可以吗？把你的左重心移到右脚 ，OK， 左脚往上提 ，OK， 还好吗 ？OK， 保持在这里哦 ，OK， 你的中指食指扣住你的大拇指，大拇指往前，或者是拉着绳子，
一个吸气往前踢，把两边的肩膀放松，吐气的时候往外打开，看右边的肩膀。3, 2, 1, inhale 带回来，吸气。Exhale 的时候脚往前踢，腹部收，脚停在这里。3, 2, 1, 来到竖式，大脚趾头踩下去，不用手拨，很好哦。两只脚合在一起，双手合掌，吸气 ，inhale。Exhale 的时候像大树一样扎根，把胸打开。3, 2, 1，很好，慢慢双手合十胸前，把左脚膝盖带回来，放到地板上。还可以哦，冷静哦。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拿你的绳子哦。OK， 老师要示范绳子吗？应该不用哦。OK， 各位同学，重心移到你的左脚。OK， 右脚带起来，你可以套住绳子。OK， 可以去拉你的绳子。OK，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抓脚趾头。OK， 保持这个稳定，把胸打开。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胸就要开始打开了。腹部收，把你的根锁锁紧哦。OK， inhale 往前踢。OK， 右边的肩膀放松。3, 2，专注哦。1，往外打开。OK， 看向左边的肩膀。3, 2, 1， inhale 带回来。Exhale 的时候，把你的脚趾头往前踢，双手叉腰。3, 2, 1的时候，踩到大腿内侧，像大树一样扎根，双手合掌在胸前。Inhale， 吸气往上。Exhale， 像大树一样扎根，把双手往外旋打开。3, 2, 1，很好，慢慢双手合十胸前，把膝盖带回来，脚带回来。OK， 转向垫子最前方，吸气 ，inhale， 从内旋到外旋往上。Exhale 的时候，到你的胸前，到臀部的两个肉肉，在你肩椎的位置往下推，往下推，下行气往下，上行气往上，你要找到一个臀部往下。OK， 上半身往上拉高的感觉，所以它是臀部往下，身体往上，把这两侧拉得高高的，可以哈。所以等一下我们两脚的根基往下扎根，四个点的力量穿到骨盆，焦点集中，让尾骨收，腹部上提，胸腔打开，保持这个感觉。吸气的时候让肋骨胸腔打开，吐气的时候耻骨往前推。Yep。所以腿是伸直 ，straight， 你的大腿要 straight 哦，要伸直哦，很好，冷静哦。再将你的肋骨两侧 inhale 往上提 ，exhale 的时候耻骨再往前推，屁股要收紧哦。最后一个吸气的时候，将胸大胸小 inhale 往上提 ，exhale 的时候再后弯，然后将手掌抓到你膝盖，握到后头，胸腔打开，停留 3, 2, 1 inhale 带起来 ，exhale 的时候髋关节往后，身体往前，手放到瑜伽垫两侧。OK， inhale 吸气，往前延伸 ，inhale， exhale 的时候手掌压瑜伽垫，把右脚推到平板式，对，左脚推到平板式，膝盖跪地，八点点地，吸气往上拉，胸腔打开，头往后，吐气来到四足跪姿，慢慢的坐 ，Yeah， to exhale， 来到 downward facing dog， 好，5+1呼吸哦，五个呼吸哦，深层的呼吸，来，5, 4, 3, 2，记得你的大腿还是要发力哦。
一，很好，一个吸气来到平板式 ，Plank Pose。Exhale 的时候，膝盖跪地，八点点低。Inhale， 上拳或 Cobra。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Inhale， 将左脚来到左手的内侧。Yeah， 把右大腿上提，用你的脚球踩好地板，两边膝盖夹进来，保持哦，双手叉腰。Yeah， 来咯，腹部收。Yeah， 肩膀往后拉，用肚子的力量把你的右脚轻轻的来到两手中间，漂亮。Uttanasana 站姿前弯。Inhale， 吸气，往前推你。Exhale， 吐气弯更深，大腿用力吸气。Inhale， 往上。Exhale 的时候直接做后弯，胸腔打开，腿伸直。Inhale， 带回来。Exhale， 前弯，髋关节往后，头最后一个下，你可以弯膝盖。OK，Inhale， 吸气 ，Trini， 往前看。Exhale 的时候，手掌压好瑜伽垫，左脚退平板式，右脚退平板式 ，Plank Pose。OK， 膝盖跪地，八点点地。Inhale， 上拳或 Cobra。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你可以先从四足跪姿收一下你的下背，再来到下拳式。OK， 一样五个呼吸哦，大家保持精神，内在的火不要断掉哦。来 ，5，4，3，2，1。OK， inhale plank pose， 这次要快咯。Exhale chop to lung， hold 两秒 ，1。Two， inhale， 上拳或 cobra。Yeah， 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 下拳式。脚球颠高，弯膝盖，微弧卷，肚子收，肾脏饱满，头往前看。准备好咯，双手 push 地板跳 ，Uttanasana， 站姿前弯。Inhale， training， 往前看。Exhale， 弯更深，大腿伸直 ，Inhale， 往上。Exhale， 后弯。Inhale， 带回来。Exhale， 前弯。Yeah， Inhale， 吸气 ，training。Exhale， 手掌压 ，jump， 跳 ，jump to lunge， hold 两秒 ，one， two， Inhale， 上拳或 cobra。Exhale。Downward Facing Dog， 下犬式。OK， 五个饱满完整的瑜伽一呼吸，来我。四、三、二、一。OK， 很好。Inhale， 将你的右脚来到右手的内侧，左膝盖轻轻跪地。Yeah， OK， 右脚去推地板，骨盆往下倾，右脚去推地板 ，push， 右手放到右膝盖，推。在推的时候，你让你的尾骨勾进去，腹部收，右手推。OK， 保持骨盆下降，但是右脚去吹地，胸腔打开，左手往内，外旋往后，胸腔打开，头往后。Yeah， three， two， OK， one， 很好，双手放膝盖两侧，上半身带起来，来咯，膝盖离地五公分。Yeah， 身体往前起。Yeah， 手放地板，还可以哈，弯膝盖。Yeah， 弯膝盖 ，bend your knees。
OK， 双手叉腰，上背带，来喽，膝盖离地五公分了，来，一往下往上，二往上，三往上，四往上，五往上，六往上，七往上，还没打完膝盖，八往上，九往上，十往上，十一往上，十二往上，十三往上，十四往上，十五往上，十六往上，十七往上，十八往上，十九往上，二十往上，二一往上，二二往上，二三往上，二四往上，二五往上，二六往上，二七往上，二八往上，二九往上，三十蹲低停留，停留地板。5 4 3不碰地 2 and 1 膝盖放地板 Yeah 左手 inhale 往上 exhale 的时候腹部收身体转到右大腿外侧双手扭转骨盆往前倾 inhale 把耳朵远离肩膀胸腔打开 exhale 当你的膝盖往外手肘往内肋骨胸口转头往上看3 2 1很好头往下看 OK 把左膝盖带起来 Yeah 身体再转开 3 2 1头往下看双手 inhale 往上 Yeah 蹲低哦把左脚垫高来到45度Warrior 2对蹲低 3 2 1吸气把右膝盖伸直右手膝往上 Exhale 的时候把你的右髋往后身体往前延伸再延伸再延伸髋关节延伸抱在小腿或是膝盖或者是砖或者是你右脚到的外侧左手叉腰小心你的腹部所以将尾骨勾到你的左脚后跟把左大腿往外旋转开腹部上提让肋骨胸口打开耳朵远的肩膀左手往上 OK 5 4 3 2 1很好头往下看右脚膝盖弯左手放到地板左手撑好左脚转回来把你的左脚转回来右脚往后踢高弯膝盖宽打开脸往右边一下看把左大腿伸直 3 2 1去找你的地板右手推地将骨盆拉高胸腔打开头往后狂野式3 2 1带回来漂亮把右脚往上踢坚持一下下吐气的时候 chop to land 下去脚往上 inhale 往上滑 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 下犬式呼吸稳定哦 5 4 3去感受一下你的脚 2 1很好 inhale 将你的左脚来到左手的内侧 OK 哦老师等你们哦把右膝盖跪地 Yeah 左手推你的左大腿 OK 右手膝往上吐气腹部收跨左大腿外侧双手合掌吸气胸腔打开吐气膝盖往外手肘往内推让肋骨胸腔转耳朵圆的肩膀头往后看 5 4 3
去 ，one 头带回来，身体带回来 ，OK， 把你的右脚往后 straight 伸直，再次推，慢慢的伸，不要急，先求稳再求伸 ，OK， 很好哦 ，three， two， one， 膝盖跪地 ，OK， 上半身带回来，双手叉腰，还可以吼。保持在这里哦，腹部收，对 ，OK， 骨盆往前倾，左手推膝盖 ，Yeah， 往前推，让你的尾骨收，腹部收，胸腔再打开，骨盆也往下，左脚去推地，右手往外旋打开，胸腔打开，停留 ，3，2，1， 很好，带回来，双手叉腰 ，OK， 保持在这里，右膝盖离地五公分，腹部收，可以哈，保持哦，30下哦，各位同学加油，来，一往上，二往上，三往上，四往上，五往上，六往上，七往上，八往上，九，十，十一往上。十二、十三，膝盖不要伸直。十四 ，PAT，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弯膝盖的。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停留。Five，four， 加油。Three，two，one， 把后腿伸直。呀、yeah, ，后腿伸直，双手往上 ，inhale， 再上提，吐气，来到 warrior two，three，two，one， 把左膝盖伸直，左手膝往上 ，exhale 的时候让你左髋往后，身体往前不断拉长，再拉长，再拉长，很好，延伸，再延伸。你可以放到你的瑜伽垫，小腿或者膝盖或是瑜伽砖，保持那个稳定的感觉，很好。把你的尾骨往右后脚跟走，尾骨往下，肚子往上，胸腔肋骨转开，右大腿往外旋，耳朵远的肩膀，手往上。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很好，头往下看，右手往下 ，slowly，OK，、okay, 把你的右脚转回来，手掌压好瑜伽垫，左脚往后踢，好像下拳是单只脚的狗，弯膝盖，髋打开，脸往左边一下看 ，OK，three, two。OK, one， 轻轻的去找右边的瑜伽垫，右手推地，肩膀往外转开，把骨盆跟胸腔拉开，头往后，髋也是。Five, four, three, two, deep breath, one， 带回来，左脚往上提高，提高。Chop to land， 你可以膝盖跪地，手肘弯，很好。Inhale， 上拳或 Cobra。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 大家做得很棒哦，调息一下哦，哈。来 ，5，4， 果旁肌要记得上提哦 ，3，2， 耳朵远离的肩膀，眼睛看两边的膝盖或是肚脐。One， 很好，脚球垫高，弯膝盖，腹部收，翘。Yeah，OK， 上半身带起来。等一下要做的是，看一下老师哈，右脚膝盖弯，右手膝往上，吐气的时候跨到你的大腿内侧。把你的手往内转，抓到你的手腕，你看到哈？
身体往下，眼睛盯好一个目标，上半身带起来，找到这个东西的平衡。如果还可以抓你的手，把膝盖往外打开，还可以的话，再把你的右脚伸直。Yeah, straight. Yeah, 看得懂吗 ？OK, 等一下我们先暖身，先暖身。等一下老师会做这个动作，吸气弯膝盖，吐气的时候往下。OK, 抓手腕，把你的右脚跟踩向地板。Inhale, exhale 的时候，两腿伸直，把胸腔翻开，看得到哈？然后翻开之后，我们三个呼吸，手再解开，动一动，放松一下。确定好，再一次 ，OK， 拉进去，抓进来，头往下看，先求稳，带起来，把膝盖往外打开，再求伸，把腿伸直 ，OK， 来，我看看你们哦 ，OK， 先 practice 一下 ，OK， 好，来，将右膝盖准备好了吗？各位同学，想要绕跑对不对？哈，今天比较累哦，反正大家都不指定嘛。不指定老师就自己来了哈 ，OK， 来右脚膝盖弯，右手膝往上 ，inhale， exhale 的时候跨进去右大腿内侧，把你的肩膀往内转，去抓到左手抓右手的手腕，哦，这时候让你的脚跟往下踩，两腿 straight 伸直，把胸腔往左边翻开，头往上 ，five， 脚跟踩下去，对，往天花板上面看。Four, three, 手要往后拉哦，去不是只有勾着，再将你的肩膀再用力，把腿伸直。One, relax, OK, 放松一下下 ，Yeah, relax, OK, 准备好我们要抬脚哦，各位同学，来，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左脚、右脚膝盖弯 ，OK, inhale, 将你的右手往上。也要有自信一点哦 ，exhale 的时候，也要绕进去到你的大腿内侧，将你的右肩膀往内转，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 ，OK， 这次左脚膝盖弯，眼睛盯住地板，确定好之后，慢慢的将你一个吸气 inhale， 右脚带起来 ，OK， 同时在拉你的手腕的时候，把膝盖往外打开，确定好之后，再将你的右脚伸直。往外伸直 ，five，four， 冷静，对 ，three，yeah，two，okay，one， 带下来 ，relax，yeah， 太棒了 ，OK， 动一动，放松一下，各位同学，不要被限制住了 ，OK， 我们身体是自然的。OK， 现在 change 咯，换你的左腿咯，最后一次的机会咯。OK， 腿也动一动，身体动一动。OK， 确定好之后，来，重心移到左右脚，左脚脚板勾 ，inhale， 左手往上 ，exhale 的时候跨到你的大腿内侧，把左肩膀往内转，抓到你的右边手腕或是左边手腕。OK， 保持在这里不动哦 ，stop here。将你的左脚后跟踩下去，两腿伸直，胸腔翻开，头往上。Five, four, three, two, 腿再 straight 出去。OK, one, great, 头往下看，手解开。OK, 动一动。OK, 要抬脚咯，各位，很好。Focus, focus.OK， 重心再次移到你的右脚，左脚膝盖弯 ，inhale， 左手往上 ，exhale， 再次跨到你的左大腿内侧往内旋，抓住右手的手腕，眼睛往地板下看，我确定稳定了之后，慢慢把你的腿带起来 ，Yeah， 先求稳哦，先求稳，手拉着你的手腕，把膝盖往外打开，这时候再将你的左脚 straight。Yeah, five. 做你可以的 Four, three, two. Great, one. 轻轻放下来 Yeah, 很好，肩膀轻轻动一动，放松一下 OK, inhale, 往上
髋往后，脊椎往前，前弯。Inhale, training. Yeah, exhale. Chaturanga. Inhale, 上旋或 cobra. Exhale, downward facing dog. Okay, five, four, three, two.Okay, one. Child pose, 婴儿式。好，髋往后，身体往前。Three. Two. One. 很好，慢慢拉起来。把胸腔打开，好哎。这个呢，膝盖会痛的同学垫毛巾。Okay.如果你的膝盖会痛，看好老师哦，老师先示范一次哦。OK， 我先示范一次。等一下呢，力量拉到骨盆焦点集中，我的左脚会先带起来。OK， 先推。之后呢，我会把我的手掌，有看到哈、哦？转上去，髋关节往前顶，右手往后拉。两边肩膀转正 ，Yeah， OK， 理解我说的吗？可以看得出来吗？试试看，如果做不到的同学，你就停在这里，把手腕转进来 ，OK， 把胸打开就好了 ，Yeah， 如果你还可以，把你的髋关节顶出去，手往内推，臀部往外，胸打开，手往后 ，Yeah， Change 换你们了。头往正向看哦，脊椎是正向，髋关节顶出去 ，Yeah， 把胸打开 ，Yeah， 脚跟可不可以碰到臀部，再顶出去？对 ，Five， Four， Three， 头往后 ，Two， OK， One， Back， Child Pose， Child Pose， Yeah， Child Pose， Relax， Three。Two. Okay, one. Inhale, 再将背拱起来。Yeah, 把胸打开。等一下，你们记得在做这个下一个动作的时候，要把这个地方拉出去。有看到老师这个地方吗 ？Yeah, 这个地方哈，要把它拉起来。对，不然的话你们会变这样子，有没有？会这样子。所以我要你们把这个拉起来。对，拉起来 ，OK， 可以吗 ？OK， 换你的 change， 你的右脚、哦、，OK， 拉进来 ，Yeah， practice， 把你的右脚拉进来，靠近你的臀部 ，OK， 脚背放向地板，所以用你的手掌心转进来 ，OK， 所以手肘会干嘛？从这个地方，你看，会往下压，这时候你的髋关节要干嘛？顶出去，把这里的地方。拉起来，往后。所以，当你的脚越接近你的臀部，你的后弯就会更深。OK， play play play， 玩玩看，对，很好。胸提起来，然后脚后跟靠近你臀部的外侧再多一点点。OK， five， four。Three, two, 脚后跟在碰屁股。Okay, one, relax, child pose. Okay, three, two, one, 很好，把背部带起来，胸腔打开，然后让你的脚交叉。臀部往后坐，双脚打开，打开 ，Yeah， Yeah， 把你的右脚往外，右脚往外，膝盖往外，看到哈，第二根脚趾头 follow 你的膝盖，右手推地板，把你的胸提起来，左手推膝盖。
把胸打开，同时把膝盖往外推，心顶起来，对，对 ，two， OK， one， perfect。再把你的右手放到脚踝，膝盖往外倒，所以你有看到老师的右边肩膀往外转开。在这里的时候，你要保持膝盖往外，身体往右，膝盖往左，先找到这个拉力，把你的胸往上转开，把你的左手往耳朵旁侧走，一样，慢慢的往后，往后，往后 ，straight 延伸，左边肩膀往后拉，右手去推大腿内侧，让身体翻开 ，OK， 保持呼吸。如果你还可以抓你的脚到外侧，把胸腔打开。同时让左边的臀部往下压，膝盖往外走。Five, four, three, two, deep breath, one， 很好，头往下看，保持在这里。Yeah， 把你的右手推向地板，胸腔打开 ，inhale。膝盖往外 ，exhale， 肚脐转，身体往下，膝盖往外开哦 ，yeah， your knees 要 open 哦 ，yeah， 要 open 哦 ，open 哦，身体往前 ，yeah， 身体再往前，右手要推地哦 ，three， yeah， two， OK， one， 上半身带起来，还好吗？保持在这里不动哦，右脚桌子实时扣住你的脚板，右手在地板，把你的膝盖往后拉，身体往前 ，Yeah， 弯膝盖，两边肩膀放松，对，还可以把你的右手抓住前侧，大脚趾头发力。OK， 对，我靠近你，要把髋打开，要 two，OK，one，relax， 把你的左脚往后收，大腿往内推，臀部往后翻，还好哈，就是第二根脚趾头对准你的膝盖，你的内侧力量要往内收。往内收，所以我要看到你的内收，大腿压向地板。如果你的膝盖内侧会痛，你就要往内收。OK， 手 push 地板，胸腔打开。OK， 停在这里，把你的瑜伽砖拿出来 ，block， yeah， 横的放，把你的脚跟放上去，大腿再一次往内推。有看到吗 ？OK， 脚跟放上去，大腿往内推，臀部往外翻，对，很好哦。手推臀部，要加深哦，各位同学，你们要加油，好不好？脚板勾，永远保持第二根脚趾头对准膝盖，所以膝盖不要往内转哦。OK， inhale 推地板 ，exhale 的时候往前推，腹部收，脚还在，我要你们的腿发力。腿发力，大腿往内收，往内收 ，Yeah， 再往内收 ，OK， follow 这个感觉哦 ，OK， five， four， three， two， 大腿往内收 ，one 的时候把你的双手放瑜伽垫两侧，手掌可以放着，对，手肘也可以放，小心你的检查 check 一下你的脚趾头是不是还在。正位，正位，手拉瑜伽垫，胸腔打开。OK， five， 给再拉。Four， three， two， one， 可以直接翻身的同学直接翻身，不行的同学看老师。右手在右臀部，左手在往前，把你的臀部往上提，看到了哈，往前趴。把你的脚趾头往内转，身体放下来。
往外踹，屁股放松。Yeah， 脚板勾哦，大腿内侧哦。老师会去 check 哦。Yeah， 手肘放下来，心放下来哦。Amanda， 屁股抬高，身体往前，对，右脚再踹出去，然后胸是左脚踹出去。Yeah， five。Alice 把心放下来 ，PADS 心放下来，右脚踹 ，four， three， two， OK， 往内转，踹出去，一、yeah.。OK， one， 带回来，先把脚趾头转回来， yeah， 身体再带回来，还好吗？ OK， 把你的左脚带进来， yeah， 右脚踩到你的左边大腿内侧，瑜伽砖拿开，左手在膝盖，右手膝往上，把左边肩膀往外转开，手往后。Three, two, one. Inhale, exhale 的时候，这是拉好瑜伽垫，让腹部收，肚子收，身体收，将你的右手来到瑜伽垫的最右侧，左手转，腹部收。身体转 ，five， four， 把你两边的肩膀都可以转正是最好的哦。three， two， one， 很好 ，back， 就慢慢回来，还好吗 ？OK， 一样。这是将右脚踩向地板，左脚往外打开，右脚收。OK， 还记得哈、哦，你的膝盖要往外，所以你的手要干嘛？左手在后侧，右手推，把你的胸腔打开，脚板勾第二根脚手对准膝盖，在推的时候让你的胸打开。Yeah， five。Four， 加油，很好。Three， 两边肩膀再往下压，头顶往上顶。Two， OK， one 的时候，让你的左手拉住你的脚踝。Yeah， 保持膝盖往外，往外，手往外转，把胸打开，转上去天花板。Yeah， 一节一节做。OK， 肩膀转开，胸打开，右手往上，来到耳朵旁侧。慢慢往左边倒，同时左手放到左大腿，把胸腔翻开，你可以抓住你的脚底板，头往上，让两边的肩膀远离耳朵，头往上看。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很好，慢慢头往下看，右手还在。保持膝盖往外打开，左手来推左边的地板。Inhale， exhale 的时候，让你的肚脐转向你的左大腿，同时膝盖往外打开，前弯。Five, four, three。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你就用右手去推。Two。Okay, one, back. 还可以吗 ？OK， 中指食指扣住你的大拇指，往上带，肩膀带起来，把它从你的这边的腋下往内，来到你的耳朵。OK， 左手去找你的大脚趾头，往前踢，往后拉。Yeah, five.
两边肩膀放松 ，four， three， two， OK， one， relax， 把右脚往外打开 ，Yeah， 慢慢来哈，一步一步来，大腿往内推，臀部往后翻，把瑜伽砖放到你左边的脚后跟，横着放，脚往上。可以吗？大腿往内推，臀部往后翻。Yeah. 保持你的脚板勾，第二根脚趾头对准膝盖，同时大腿内侧往内收。还可以哈，手推地，胸腔打开 ，inhale， 腿伸直哦。Exhale 的时候往前推，不用整个人下来，感觉你的腿发力，大腿四个点要保持平衡哦。Yeah， five，four。Three, two, one， 把你的双手轻轻的放到你的前侧，拉的时候把你的肩膀往后，胸腔打开，头顶往前。Yeah， 很好。检查一下 ，check 一下你的脚趾头，第二根脚趾头是不是对准膝盖？假设如果你的脚往内翻，你要干嘛？看一下老师哦，老师会把左手去推，同时往内。推它，对，推它 ，Yeah， 不要让你的脚往内咯 ，OK， 往外哦，对，然后拉瑜伽垫 ，Yeah， five， 啊，有些同学可以趴就趴 ，four， three， 大腿发力往内吸哦 ，two， OK， one， great， 把上半身带起来 ，OK， 腿还在哦，腿还在哦，很好，下一个动作。右手推地，左手在后面，把屁股抬起来。Yeah， 把你的这一只脚往内转，身体往前，然后左脚往外踹，把身体放下来。Yeah， 踹出去，内侧脚弓内侧要碰地板。Yeah， 往外打开，屁股放松。Yeah， five。Four, three, two, okay, one, relax. 手推地，先把脚转进来，屁股再坐下来。Okay, 将你的左脚带进来，踩到右大腿内侧，快乐快乐，各位同学。Okay, 还好吗？调好哦。右手抓膝盖，左手膝盖，左手膝往上。拉长你的身侧，胸腔打开。Yeah, three, two, one. Inhale, exhale 的时候，腹部收到底，让你的左手来到瑜伽垫的最左侧，右手放到最右侧，臀部稍微收一下，抬一下，再转你的身体。Five, four.Deep breath, three, two, one, 很好，慢慢带回来，还好吗？各位同学，还可以哈。OK， 我们双脚交叉，躺向地板。OK， 看一下老师，等一下老师希望你们做右脚往上。看到哈，左脚往上，保持这个大脚趾头往前踢，脚往外打开。然后我们三个呼吸之后，让你的肚子收，滚往后，就这样就好了。一次 ，OK， yeah， 腿要发力哦，往后，可以哈。对，还没 ，back， OK。刚才是示范，现在换一起哦 ，OK， together， 将你的右脚，右手抓住脚趾头， yeah， 左脚抓住脚趾头，往前踢 straight， 两边肩膀转开，先看直的，往外打开 ，OK， 之后再肚子收，可以哈 ，yeah， open，
Yeah, open 你们的脚。Three, 胸打开，头往前看。Two, OK, one 的时候，把你的脚收回来，肚子收，往后滚，腹部收，往后滚。对，把背圆起来，往后滚。脚趾头要，我们看，再看一次哦。怎么有人起不来？哎呀，我的妈呀！来看一下，当老师收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下背这个地方 ？OK， 所以我不会直接滚，因为你凹腰了。你要先从腹部，有看到吗？双手放到下背，慢慢放下来，手背在臀部后侧。胸腔打开，头往后，于是下巴延伸出去。Five, four, three, two, one， 手肘推地，胸脊同抬，头看向你的肚脐。再将尾骨肚子一节节的收进来，放到最后头放，双手打开 Shavasana 大休息，呼吸意识练习，身体的状态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放下。